你要我把事务所结束掉，这可是我的梦想了吧？梦想？你是在梦游吧？公司客户这么多，不可能就这样不下去的啦。我昨天看到董阳跑来跟琼美姐查账，要冻结最近所有大金额的支出。你今天要把事务所给收掉？这件事，沈哥有什么知道？你来我这里帮我筹备这间新公司，资金绝对没有问题。老板，事务所快要结束营业了，是不是？每周五晚上10点，亲爱的，我爱上别人了。